很累啊，警车来了。哦，果然有僵尸，这什么操作啊？警车直接把僵尸给撞了下来。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飞象，又和你们见面了。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全新的故事模拟器。很多小伙伴都问我最近怎么没有更新故事模拟器，其实是因为故事模拟器我们都已经玩完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玩的故事模拟器名字叫做地牢啊，地下城堡。你看刚刚那张图片就知道，一个楼梯通往了地下。那么游戏马上开始。我和一群小伙伴坐着车，大概有8个人的样子。哦哦，我现在这个视角是在一部车上，然后他拐了一个弯，好像到达了目的地的样子。所以说这是一个农场吗？我们现在要上去了啊，好像真的是个农场。这里还有人骑着一头猪，这里的猪是骑的吗？啊，这个是什么操作啊？这个人用一根绳子，哇，这人很有钱，身上都有金块。attention, 什么东西？他和我们打招呼了。刚刚那个人用一根绳子勾着前面那个人，这是什么操作？我是真的有点看不懂了呀。The National Guard has advised everyone to take shelter immediately and to avoid any major cities until further notice. Do not leave your homes. 什么 ？Everyone, run！他让我们跑了是吧？真的是往这里跑吗？给了我们80秒钟的时间让我们跑。哇哦 ！Oh my god！ 好像有人死了，我听到有人死亡的声音。他在我们后面吗？好像真的在后面，他在我们后面追赶我们。跑慢，跑跑跑！他希望他跑慢点，我们跑快一点。这和地牢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会把我们赶到一个地牢里吗？好，很有可能是这样。我，这什么？一根树枝，快走！还在我们后面吗？好像还在我们后面。哦，他拿了一根木棍在追我们，看到没有？他上桥了。所以说这里还有一根木棍。我的天啊！他把我们赶到一个山洞里，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哦，到达了安全区域。哦，哇！我们好像顺利的躲过了第一关。那个人拿了一根木棍就开始追我们。导游吗？导游在不在？我们赶紧进山洞里吧，这个就是山洞了吧，应该。啊，终于要进入，有感觉游戏才刚刚开始啊！不要掉下去！喂喂喂！哇，这感觉会掉下去的样子，掉下去是不是就死了？哎，哦哦，什么声音啊？到底要不要跳过来？不要跳过来！我的天啊，我跟他们跳过来干什么？哎哎，感觉有人叽叽了。快，往哦，那边有小木屋。哇 ，Oh my god！ 也就是这条路，待会肯定有用，我觉得。只不过现在还没有用。待会的话，我们应该会跑到我们刚那条路上。哦，他说这边可能会有僵尸。我们今天晚上。怎么说？难道会遇到僵尸吗？刚刚那个打我们的人到底是谁？然后那些僵尸会从这里有个山洞。我总觉得这个游戏是和洞有关系的，因为它的图片给我一种让我们在地下的感觉。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危险，我们只是被一个人追赶到了这里。他说 follow me， 跟着他。我们的导游就是我们的，哦，跟着他来到了我们的，他就是应该是一开始那个农场主。然后，哎，你们走慢一点，等等我，我来啦！Oh my god！ 去哪里？要走这么远啊？很累啊！警车来了！哦，果然有僵尸！这什么操作啊？警车直接把僵尸给撞了下来！这个才是地牢是吧？哦，哇，这故事模拟器不知道有多长啊！这里感觉我们等会要躲进山洞里了。警车出来直接把僵尸给撞了下来，说明是真的有僵尸的。哇，哇，
这僵尸好像还在挖矿的样子，对不对？好像还在挖矿的样子。发光了，怎么了？找到了一个什么？找到了一个，拿起他的榔头，然后把这个地方给挖开来。哇，说挖就挖。哦，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牢的里面，这个地下城市。Oh my god， 好黑呀！里面究竟有什么东东？哦，有一个瀑布，好像是死路哎。哦，看到了逃生，这边有路。哦，看到没有？他又让我们跑到这个箭头的这个地方。感觉第二轮逃生来了，我们现在只有六个人了，已经死两个人了。很黑。等等我，等等，91秒钟时间。别，完了，我是最后一个。Oh my god！ 快，他不会在我后面吧？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我们得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下一个区域。我的天！别死！后面有人追我吗？好像没有。这里也太黑了吧？哇，这是什么操作？好黑啊，这里。Oh my god! Nice， 还有59秒，应该够我时间。56秒钟，走你。这里哦，从这里上来是吧？好，跳起来 ，Go！ 哦，这里有个桥，有个独木桥。哇哦，最后的我们到了啊！我们上来了。什么？就回到了城市吗？这么快吗？应该没有结束吧？我们经过了两段跑酷，这个故事模拟就结束了吗？看起来现在非常安全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个人只是说明这个城市有僵尸吗？好像结束了，我们还没有拿到成就一般来说拿到成就我们才能结束。好像没有哦，我们还需要去什么？把门打开来，找到一个钥匙是吧？哦，要找到一个钥匙，现在只有五个人了，又死了一个人，需要一把钥匙把门打开。门打开了之后呢？进去之后呢？这是警局，对，这是警局。哦，我们有钥匙了，然后拿完钥匙之后去这个地方，进去之后有武器 M16， 我的天，还要打僵尸吗？我们只是逃出去拿武器的，有枪了，然后呢？对，哇，对，哎，这车，哇，这整个城市是被丧尸给清洗了吧？对不对？你看车都直接撞到了墙壁里，然后战火纷飞，烟雾弥漫，找条路离开这里。我们手里有武器就好对付僵尸了。所以说，然后这里是死路，那我们往右边走。这里到了海边，哎，这是僵尸吧？他让我们瞄准，来了，看看是什么东西啊？等他镜头一转过去，好像有些怪物，反正是坏人之类的东西，身上出现了一个准星，话不多说，直接给他射击对吧？他让我们射击他。开始了，我来，他会射击我们呢？有人在射击我吗？这还能被自己人打到？哦，有血，瞄准，一丝血，你们快把他打掉 ，nice。我们用第一视角玩的，哇，这里团烟雾，难道还有接下来的关卡吗？好像后面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果然是这样，躲一躲，哇 ，nice， 还有，我们再往前走，游戏突然变得好玩了起来，还有在这里。还有血吗？我来冲上去把他干掉！还有无敌血 ，nice！ 要跑了，
现在往哪里跑啊？六十几秒钟时间让我们跑到哪里去啊？啊？六十秒钟时间，我的天，回到哪里？回到警局吗？难道是？啊，不知道够不够这个时间。我们现在只有五人小分队，从一开始八个人打到了现在只有三个人，我们要拯救这个城市。哦，僵尸！我的天！兄弟们上！兄弟们上！这里还有两个。哦，哦好，还有僵尸。不过僵尸血还有僵尸血不多，我来打头阵。我看到了红色的区域，难道还有僵尸吗？没有了吧？这有个人，还有二十几秒钟时间，哇，不知道够不够，得跑快一点，得跑快一点，还有十九秒钟，天哪，十七秒钟，进不去的话是不是就完蛋了？这里房子里在着火，我进来了，哎，是不是要进来？哦。什么？房子着火？他说我们干得漂亮。接下来是什么一个意思？啊？接下来怎么玩？只有五个小伙伴了。要跳过这个火，感觉要绕过这个火，火当中有个迷宫，感觉这边可以下去的样子。绕过这个火，然后到达后面去。他们人呢？他们人呢？哎哎，你们去哪里了？哦哦，等我一下，我来了。这谁啊？哦，这是玩家是吧？应该进去了，可以走了。把枪收起来吧，我们 Let's go。应该是要到火的当中，我来看一下他。哦，这边有根绳子。哦哦哦哦，好，绕过来之后，到了这个，这里是死路，不是这里，并不是这里，这里好黑啊，这里好像能走的样子。对，哎，这里有，哎，这里也有路。嗯，这就死路了吗？难道这里还有机关？哦，下面有个机关。哎，果然。什么个情况？二十五秒钟，我们得必须得干嘛？离开这里吗？哇哇哇！果然是这样。得离开这个仓库，不然就得爆炸，可能是个意思。哇哦！走。快快快快快快快 ，Let's go！ 哇，九八，我感觉我来不及了，我的天哪！等等我，救命！啊啊，就安全了是吧？好像到达了终点的样子。哦，啊，为什么没有我啊？啊，这是作者是吧？哦，最后到达了安全区，哦，应该算是完成了是吧？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呢就玩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小伙伴观看，不要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